久违了的欢呼声，还有烟火效果和掌声。红馆我回来了。疫情下，张敬轩第一个重返红馆开 show， 怎知又遇着第四波疫情大爆发，入场人数限定6000，平时逼爆等入场的情况不复见，大家入场的时候都要做体温检测兼全程戴口罩。軒仔更加搞笑地化身紅館清潔工拍片，同大家講規矩：一、演唱會期間記得要坐翻喺自己門票嘅座位，見到中間隔開咗冇人坐嘅座位，其實係留俾你哋見唔到嘅空氣，保持一定社交距離，總之唔可以擅自調位啦。大家雖然坐得疏落，不過熱情未減。比著以往咧，喺個台下底升到上嚟，見到今晚咁樣嘅入座率咧，係會好唔開心。但係，當係呢一個時候，我哋見到有咁樣嘅入座率，我真係十分之感激每一位朋友今晚嚟到支持我，多謝你哋。因為咧，我哋要配合翻紅館呢一個喺疫情期間嘅個座位嘅限制啦，所以大家都見到坐得好疏落啊，係咪啊？都好鬆動喎。小可隔離有位擺嘢，係冇乜所謂，你哋嚟就得噶啦。你哋肯嚟，我就一定肯唱，幾多場我都唱。好多謝我哋紅磡香港體育館嘅一班嘅清潔嘅哥哥同埋姐姐，佢哋每一日係花6至8個鐘頭，逐張逐張凳咁樣去抹，用消毒水。上帝指點我走。仔抵死地攞住把拉尺唱歌，话要同大家保持社交距离。啊，冇咩啊，坐低。我唔接得噶，多谢你啊。寻日系阿 sa 正日生日，轩仔送上饮歌多谢阿 sa 撑场。轩仔又自爆疫情下无法翻广州见父母，鼓励大家珍惜当下。喺过去呢11个几月入边，我哋屋企。失去了3位的家庭成員，但我成日都覺得生活就是這樣，苦是一定有的，不順利是緊的，所以當我們好的時候，當我們開心的時候，我們要好好珍惜。這個可能是由小到大的家庭環境造成的，我的開心呢，成日都是來自於別人開心，所以我見到別人開心我就會開心。